老板，这虾怎么吃呀？给你做个酒醉活虾。那能好吃吗？活的，口感老脆了，100只一份，一份10块钱。哇，这鲜活呀！必须鲜活的，你看，粒粒都是活的，就是这种活蹦乱跳才是口感最好的。加上一把大姜，你看，就是这都杀菌的。再来上一点小辣椒，加上一把香菜，来上一把葱花，这个都是灵魂。再加上一点点这个盐，来上一勺子味精，不能太多，就这么多。确实不多，不多吧？不多。再来上2勺醋，你这个是灵魂。加上一点这个秘制酱汁，是秘制的，秘制的，秘制的。最后灵魂部分在哪呢？一定要加上这个68度的白酒。这是用来干啥的？给它这个杀菌增香。就这样，你看，活蹦乱跳。吃货都说好，小伙子，看着流口水了，看流口水吧。你看，就这样活蹦乱跳，酒香扑鼻，味道特别浓郁。好嘞，出盆，就这样一份活蹦乱跳。哎呀，你就说吧，看着就棒吧。它还是活的，必须活的。老板用手给挠一挠，就这样，你看，好嘞，10块钱一盘的酒醉活虾，还是活蹦乱跳，就是这种活蹦乱跳的感觉。小伙子，来一口试一下。对，一定要抓活的吃。这种是吧？对。哎呀，怎么样？还可以，是吧？老好了啊。那个，入口是甜的，在嘴里还会跳吧？会，还会跳是吧？